上回了，上回了，哇，爆了，爆了！你很变态，我是你女儿哎，女儿也可以爆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形容、欸、他们已经对你，他们已经对你很好，没一回来就问你王之家的事。中间，中间再来一下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量体重。我从怀孕就只有那个产检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我的体重，然后我还就从头到尾不看，因为我就幻想就是不干我的事。然后到这个月子中心呢，就有一天在洗碗的时候，洗一洗呢，就旁边突然踩到一个凳一下，然后发现月子中心每一个房间都有配体重计，我即刻用我最大力气把那体重计踢到门的外面，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到了几公斤，可我觉得还是一定还没有完全回来啦，就是。哦，上回了，上回了，哇，爆了，爆了！你很变态，我是你女儿哎，女儿也可以爆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啊，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形容、欸。他们已经对你，他们已经对你很好，没一回来就问你王之家的事。怎么等一下？他们就在埋伏要问这个。你很低级，你干嘛自己 Q？ 我是勤俭持家啦，我一个，你看我那个包包拉到已经没有耳朵了，我还是继续在用。对，我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，怎么样？推得一干二净了吧？我这辈子我就很朴素的人，我是不可能会是买一些什么一双球鞋要几万块。那种东西，我们是不可能的啦！哎，这双是我买的，是我送你的，谢谢。是我送他的，对，专柜购入，对对，专柜购入，因为趁他睡着，这样拿回去退，没想到被拿来穿了，气死我了！这是我送的，哈，代购其实没有哎，因为我有点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买包。对啊，我们还好，我们家不太崇尚名牌。但我有名牌包啦，就一两个而已这样子。好啦，对啊，其实希望他赶快这个平安无事就过去了啦。女孩子喜欢这些是难免，分别私底下我都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心灵导师，也都跟他们讲很多了，好吧？哎，其他那个陈三金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人生啊，找寻自己的美好的方向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如心如其相啊，心里面不美好，整个人就变丑了。不要，真的不要这样。有人关心说你们的状况是不是还 OK？ 有跟他见面，就是他们会讲说他可能精神状态有一些问题啊，或干嘛。好，不予置评，就像你们看到这样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把盗版全部抓好嘛。对不对？要不然你真的要翻脸了，要抗税喽，对不对？看我敢不敢？